早晨，今天呢落大雪，但是我們出來拍照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身邊一位朋友呢就說落雪不如出來拍雪景了，然後這位朋友要做留應承了，因為很好人都很喜歡拍照，所以而且今天雖然落大雪其實不太冷，現在就讓大家來看一下多倫多的雪景。 My hands, your bones, loose up, we break the scene. One step deep as you fall to me. High clap, we skip a beat.我哋影完啦，俾大家睇下，欣赏下我哋啲相。呢个名摄影师嘅作品 ，OK。然之后咧，而家实在太冻啦，我哋准备就要去食嘢，哈哈。日料。OK， 好，我哋食嘢嘅时候见啦，拜拜。AGO 就是我们这个安省的一个美术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拍照环节，真好看。哇，要不要拍个自拍啊？小冷突然突然不见了。在这个光照很好的地方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，然后就成功把牛尔同学拍成了一个日杂的模特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你是败的？你觉得你确定是完成吗？就。好满足，拍了好多照片，哈哈哈。好了，现在这里快要关门了，大家来的话记得要来这边拍照，这边光照超好，而且就很棒。现在几点？16:00。跟大家说一下 ，AGO 一楼呢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圈圈，就它是一个残疾人楼梯，然后呢。就可以转转转这样子走。好，文艺的走。文艺的走。马克，你是我心里最爱的。你不是要那个抗战吗？我在录像哦 ，surprise。